行吧，我们这一次的死亡就是也得，也得。导演拿好。没起来把眼挤那个嘞，没事，这么干。啊，那你怎么不打了？啊，还要倒四个鲜花，我说把折，我叫司机折那个。哪里？我把眼拿过来。啊，那四个鞋都放了。没有没有，那老子你问我过一下有哪里的鞋大有？大。奶奶还给小宝带了点那个小面包过来。嗯。拿来看。面包修的很棒呀。面包拿了两个孩子，我一家一大人。你干啥呢？我一家子。阿家饭，阿家饭。好，我吃开鸡。哎呀，我拿了根筋，我筋在哪里？我筋在这，我拿的这些。家里有菜吗？啊，就那块鸡，面块鸡。你奶茶的啤酒不？啤酒你尝。给你弟弟送什么啦？送了红花，这么多红花。哦，这么大花。对呀。小宝家就是。给你的哇。我们家小宝好喜欢吃，人家没有。妈，拿下饭了，拿下了，收拾一下。妈，我太忙了。啊，拿下来。这是干嘛啊？好吃吧？学姐啊，你怎么弄的？都是学姐给他的，这啥？八点。八点。我干好多好多好多。那就是啦。干嘛的啊？姐姐，我在公司加班，你买小点。王总是吧？快点说。好。多拿点钱。这个交给你家。这里面还有果。啊，哎呀，我交了。人家还不交吧？直接交他。弟弟几岁啦？对。等谢谢了。好漂亮哦，小宝。是。小小的。已经算大了了哈。来，
看一下，等一下那边还有车吗？好，爷爷坐姐夫的车回去啊！说了叫你别回去。